江江的超强主升 APP 帮全国散户打造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、超愉快的股市人生哈。巨亭今天又涨停，哇，已经赚六成九了。好，金城过去三天出现的，今天喷涨停赚14万。金鸿是去年赚259%的主升标股，今天 APP 起涨又喷涨停，超开心哈。那正机呢是上个礼拜的箭头，上礼拜每个 APP 用户都可以买，都有买正机，到今天为止赚16万哈。还有高利、台铃、保利富锦全部喷新高，超强主升 APP 带给全国用户稳稳的幸福哈。来，好不好？昨天江老师说什么？台北股市会回，会拉回，会有未来几天会有拉回100点，这不是验证的。可是你看哦，预告会拉回，同时，同学，我昨天说什么？8月17号，我说 OTC 会喷，大盘会回 ，OTC 会喷，连这个我都可以事先讲，好不好？今天是证明，今天喷了1.17%，是不是哈？来，同学，独家哈，今天是8月18号，礼拜四。OTC 未来的周月转折竟然出现同步扣3D 扣3D 提款机，周线、月线、中线、长线手牵手同步的扣3D 提款机，所以决定做一个哈会爆喷，邀请爆赚，节目很精彩，一定要看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台北股今天盘中跌150点，有没有？如同将它预告的哈，我前天说，未来几天台北股市有一天会跌超过百点。但是那是买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跌是跌，收盘是跌68啦，指数还是跌，可是感觉好像喷200点，为什么？因为 OTC 创新高，因为主升标股越来越多，预告过了哈，等到今天是8月18号，等到下个月九月有超过900档月转折扣3D 提款机，所以是百花齐放，遍地黄金，轮动轮涨的喷出格局。我待会还要各位做教学哈，完整的教学，你知道吗 ？OTC 昨天我们的 APP 哈出现的双反红的现象之后呢，今天创新高之后呢？周月转折竟然出现手牵手同步扣3D， 好不好？扣3D 提款机你验证过了，好，它周线、中线啊，周线跟月线等于是中线跟长线，好，中线、长线指标竟然手牵手同步扣3D， 那后面不是爆喷是什么？懂意思哈？所以请各位务必把握哈，来直接看字卡来，好不好？先各位分享一件事情了哈。现在很多散户依旧不敢赚，我跟各位讲过很多次，没有，我们会帮各位做观察，一定是放量，喷出后爆大量，散户不怕了，你才小心，好不好？跟各位讲真的哈，江江说真的，爆赚制胜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什么？九成散户还在怕，不，你就不用怕啦，继续喷哈，会员注意听，继续喷，继续赚，等到散户不害怕了，那个时候会爆大量。会报4000亿元，等报4000亿以上，那个时候再来小心，懂意思哈？来，好不好？你看这张图，好不好？惊为天人。我可爱的会员说：“江老师太恐怖了，神准到这样的境界。”来，这是7月22号几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波上季线会回撤，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上季线？是完全如预告的上季线后会回撤，那投保请问有没有回撤？是不是在7月22号画的图到前天礼拜一到大前天到今天完全验证，投保今天跌盘中跌150点，买啊，买买买，霸气买，为什么？一突破季线，二回撤，三会攻击啊，好，投保这是转让行为，待会会跟各位做分享哈。那另外投资表一件事情了哈。我在8月6号战报有没有免费的？已经讲了，我八月初就讲九月的事情，九月更强，好，九月的结构更强，百花齐放，遍地黄金，轮动有没有？是啊，8月12号，
本周是上个礼拜五预告本周，嘿，季线会震荡，但是跌很深的电子股大反扑，同胞，我讲的哪一件事都没有跟各位做验证，有没有？好，同胞，这是昨天了哈，OTC 复制过去的模式会爆喷，我昨天哪讲这 APP 哈OTC 哈出现波段会爆喷的必备证据，什么意思呢？说指标翻红。红色是多，绿色不是多，可以接受吗？来看 OTC 的指标，来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软体哈，有没有？点七三哦，七三九是贵买指，贵买 OTC 的现货指数，好不好？来哦，前天翻红啊，趋势，好不好？你们发现趋势走向，趋势走向翻红，然后呢，力道筹码翻红，好不好？两个同步出现什么？翻红的现象，后面那不就是喷出吗？今天是喷出，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今天台北股市现货下跌，小跌 ，OTC 创新高，原因底价，懂吗？通通是这样讲，你有依据，懂吗？从此以后你不会害怕，懂吗？你不会害怕，为什么？你看哦，四天前189 OTC 翻红，然后隔一天是190，昨天是191，然后今天是193.57，是不是创新高？懂吗？有够简单，有够好赚哈！主力已经做多很久了，趋势才反红四天，所以真正的波段才开始四天而已，自己好好的把握机会。待会还会有这个我们的转折的教学哈。好，先来看我们的我帮各位准备的这个字卡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自己好好把握机会哈。我待会会跟各位做教学哈。做转折，我给各位看图，好，跟各位画，拿过去的经验去比对未来会爆喷。这个行情未来会爆喷，然后请各位务必要爆赚，好，这是第二阶段的暴利哈。然后跟再各位重复一次，你的周遭朋友，对吧？你的你比方说你在工作，你的同事，有没有？去年很多人讲股票的事情，然后跌下来之后没有人讲，到目前为止还是鸦雀无声，是不是？或者说很多散户目前还在活在过去跌4000点的情绪里面走不出来，所以这是目前没有量的原因，好，所以同胞秉持着我的原则，小量做多暴赚到大量，你不要等4000亿每个散户都在抢股票才追，那个时候散户不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反而要害怕哈，这是制胜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好，来，另外投资朋友，你有更棒的选择，什么？有没有真的很棒，简单轻松明确。我的 APP 没有人看不懂，没有人赚不到，好不好？这是从北到南，从台湾北到南，从台湾东到西，所有的 APP 用户越赚越感恩，越赚越开心，一切的幸福感动从开通 APP 后就开始，来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正机，这是8月9号哈。好，每个用户都可以清楚看到箭头。完全不用思考，就是说你不用思考太多，你不要想太多。很多人涨也怕，跌也怕，然后呢，然后通通都追高杀低，来吧，很明确啊，126，同们你知道吗？今天多少钱？上个礼拜126，今天147，可以接受吗？这样稳稳的幸福是 APP 江江的 APP 带给你的，每个用户上周保证都有赚到正机，因为太明确，因为有叮咚通知，因为有叮咚去通知你，你即使再忙你不会绕高，懂我意思哈？来，什么？这个是巨停扣 3D 提款机，我教过很多次的扣 3D 啊，还有未来方向的引领，有没有箭头往上？他说你看哦， K 线在这里，转折说未来会喷，天底下有这么强的预告技术，我以前要请你来学，上技术班要学，然后现在呢，好，除了学之外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有软体，你有 APP 直接看，一秒钟看出扣 3D 跟箭头，来，好不好？26啊，今天多少钱？今天45了，已经喷了69%，好不好？一个扣 3D 的绝技，帮全国用户赚69%，那有没有值回票价？宝林富锦好不好？更感动哦，哈，真的是哈，赞叹不已哈。今年第一个箭头105赚到169，赞叹不已，赚62%。第二个箭头128，有没有？本周哦，今天是8月18，前天哦，前天128宝林富锦明确箭头，请问谁看不懂？请问哪一个散户看不懂箭头红色的，然后看不懂之后，然后因此而赚不到？不可能嘛，
128今天153啊，好不好？可以接受吗？128突破啊，有突破才有扣3D 啊，扣3D 箭头往上，有没有看到喷出狂喷啊？啊，这样投资啊，两个箭头赚82%哎。今年初到现在，光一档股票，你把它列成核心持股来回操作，利用两个箭头直接赚82%，请问你感动不感动？赞叹不赞叹？有没有？哈，高利今天创新高，是吧？不用讲啦，巴菲特爷爷的启示有没有？还买股买主升标股，花时间滚出雪球般的暴利，好，又是45%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哈，统芯。扣三 D， 扣三 D， 扣三 D， 箭头往上，64今天86，又赚3×1啊！有没有看到父亲节送给全国用户的标股，到今为止赚30%了，不到两个礼拜赚30%了。请问 A P P 有没有强翻天？来来，投保更强的来了哈！去年啊，100年，投保你看哦，123法则多好用。一突破，二拉回，转让洗盘，三喷出。57的金鸿，我去年带会员57赚到200块，赚到数不清的涨停。57一二三法则赚259%。那今天 A P P 跳出来买点132.5，收盘亮灯，好不好？可以接受吗？两个波段全胜哈，来，然后呢？你看这个金城科。前天是16号，前天 A P P 选出来，昨天盘中选出来，今天开盘又选出来，是吧？有没有从141开始，今天155，有没有？扣来，投保，你有没有发现模式真的只有一个呢？我没有一直在变 ，A P P 不会变，它永远都是这样子。扣三 D 箭头往上，它给你未来很明确的方式141，然后今天涨停155，投保。可以接受哈，所以的话，好好把握机会哈。每一个用户都是超级赢家哈，越早开通，越早开始暴赚，请各位把握机会哈。然后呢，这个优惠今天是礼拜四，明天结束哈。新用户8折送一个月，旧用户续约8折再8折，9月1号会有更强的升级的这个服务哈，带给全国用户。更轻松、更幸福、更多满满的获利哦哈，请各位把握机会。好，那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另外两大粉丝团，请各位要做扫描 QR code 做加入，来投保中投系来的哈。那过去的我都跳过就好了哈，就是稍微带一下，有没有？投保大道至简啊，量小量到大量，来投保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哦哈。大盘今天有量吗？我们底下换成成交量，投保今天有量吗？今天没量哦。是吧？没有量的同时，好不好？继续把握，从小量赚到未来大量，哈，来，好不好？你看 ODC， 好不好？你看哦，好不好？这是很明确，来，好不好？这里有量吗？没有量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等到未来喷出量就来了。今天量创3个月新高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懂意思吗？从小量做到大量，你就赢了嘛。所以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拿这个对应哈。你回到这个大盘，对吧？今天还是没量啊，是没量。说把握机会，从小量做多到4000亿，从小量做到4000亿，够清楚哈。已经有 OTC 表演一次给各位看了哈。然后这个是重点一哈，然后来看第二个重点，来，对吧？有没有去年12档赚超过1倍都是这样子赢的？然后今年是不是7月11号量小，拜托你帮帮忙，不能空哦哈。量小空会空一恨，然后是7月13号，好不好？这个圈圈跟这边一模一样啊。13935的转折结构有没有？结构转折都一样，三个圈圈转折结构都一样，跟这边一模一样。后面喷翻了，真的喷翻，我没有骗你，经常都说真的哈。好，目前只是验证中。好，买点一，买点二，买点三，喷出嘛。七小波过季线拉回再喷，七小波过季线的拉回拉回的。是不是？我解盘解到这种程度了，自己好好学习，好细细的认真去学习，细细的品味。我是江江，我不是神，我是人，我也是普通人，跟你一样。但是我经过苦练，我很认真，我每天兢兢业业，我可以把股市预测到到这一种境界，自己好好的学习哈。来，讲重心的，你看哦，8月10号预告下个月954打的摩斯密码扣三 D，
扣三 D 提款机，你看巨庭扣三 D 赚六成九，喷六成九。下个月有九百多档股票跟巨庭一样扣三 D， 请问喷不喷？轮不轮动？当然喷啊，遍地黄金啊！哈，好，另外跟各位讲一个重头戏，来，我今天的独家。好，来哈，我认真讲，我稍微放慢速度，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。好，听得懂之后，你要把握机会哈。最强者牵手同多，像今天这样会爆赚，会爆喷，来，好不好？开始喽哈，来看 OTC。好，我把红连雷换成OTC 来，投保你自己比对一下哦，哈，来看去年行情怎么喷，柱状体翻红，快线翻红，金叉，那后面是不是爆喷？一二三，爆喷爆赚，对吧？哈，来，投保现在是不是？哎，第一个它已经翻红很久了，好，第一个 MACD 柱状体已经翻红很久。线也翻红很久，只差金叉，未来笃定会金叉。那一旦金叉，后面是完整的去复制去年的行情，好不好？没有错哈。好，我再画一次哦哈，是不是跟一模一样？这去年的模式嘛。好，那除了看日线之外，好不好？来看周线，来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张大眼睛看，本周 OTC 的周线是不是翻红第一周？好，你把跟八五二三做比对。台北股市的八五三在哪里？八五二三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做比对哈 ，OTC 做比对，来八五二三后，这里是不是 OTC 翻红？啊，今天是不是翻红？有没有？好，那翻红后的 OTC 是喷还是跌？喷出啊，所以未来呢，懂吗？如法炮制啊，懂后说这里喷多少，这里就喷多少。所以几乎等于送钱行情了哈。然后第二个事情，同学们来注意看哦哈。那今天我把图 K 线图把它放大给各位看，来，同学们，今天哦，好，我已经放到最大了哈。来 ，K 线在这里转折是扣几低？本周站上转折的扣低，扣低扣低扣低，未来的箭头是往上，是不是往上？有没有跟这边左边一样？这里扣低，这里有没有看到？扣低扣低扣低，箭头是往上，有没有？第一段的行情扣三低喷完，长红休息，长红的格局有没有？所以 OTC 周线今天是什么？扣三低提款机，好，注意听了哈。好，记好之后呢，来，好不好？来看 OTC 的月转折，好不好？吓死人了。好，我把它放大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收盘价大于转折？有哈，来看，我跟这个八五二三做比对哈，来，好不好？来八五二三底加，来，好不好？注意看哦哈，从现在开始看月线的转折，是不是扣三 D 啊？这里是不是扣三 D？ 好，那扣三 D 之后，这里有两个金牌是往上，是不是很明确？哦，有两个转折力道是往上。啊，这里是不是两个转折力道是往上？没有错哈，所以说直接爆喷了，直接爆喷的格局哦，懂意思吗？直接爆喷的格局，几个月？三个月，好不好？请问中小型主升标股可以带给你多少的获利？懂意思哦？所以再看一次哦哈，月转折 OTC 扣领先大盘扣三 D 的，因为大盘我跟各位讲过，现货大盘要等九月。有没有很多股票九月才正式扣三 D？ 可是 OTC 今天太强了，强到它月转折扣三 D， 周转折扣三 D， 上升三法 MACD 翻红第一周，所以打结论只有一个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不管你要不要大赚，但是我讲给愿意相信我的投资朋友听。最难得牵手同多，手牵手同步走多的格局，相信我会喷翻，会喷翻天。好，邀请各位务必持续大赚了哈。好，现在你有更棒的选择，投资朋友，其实你现在应该可以操作的更顺心。为什么？以前我没有 A P P 的时候呢，我是用研判之后还要花脑筋，花这个动脑去思考，然后发讯息，然后让你相信我，对不对？现在我讲的不止这个除了我讲的这个行情的研判之外，好不好？你有 APP 做这个证据啊，做佐证啊，就是说如果我喊多 APP 没有反多，没有扣三 D， 没有箭头，然后没有翻红，好不好？你可以不用相信我，
董事长就说，现在我所有的动作，我所有的行情研判，你有 APP 给你证据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可以相辅相成，你可以对我的研判，对行情的掌握，有比以前更加倍加倍的信心度、信任度，懂哈？简单、轻松、明确，没有人看不懂，好不好？只有这两个东西，箭头跟扣三 D， 光这两个就够了，就足以帮你打造幸福美满的股市人生。来吧，之前的建达六成四啊，宏达电三成六，威盛赚七成四，是不是？每一档都是 APP 带给我们稳稳幸福的获利。阳明光赚五成，重旗赚四成五，台林今天又创新高赚三成，是吧？每一档都是如此，有没有？每一档都是波段，你有获利可以减码，但是最后的部位一定要等什么？等趋势方向翻成绿色才出光。用这种方式，好不好？你可以跟着建达的所有的用户一样，跟随着巴菲特爷爷的脚步，好不好？买主升，滚雪球，赚暴利，懂意思吗？就是 APP 可以带给你截然不同、崭新、全新的、亮丽的、幸福的股市人生，好，请各位把握机会，来这个普成，双引擎，两个引擎说它会喷，那你赚不赚？你自己决定嘛，这是一个崭新、截然不同，可以轻松的可以帮助所有散户反败为胜的最强大的武器，有没有？中光电去年赚九成五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扣三 D， 好不好？你看过几次扣三 D 了？好，我调整一下哈，来，好不好？你看过几次扣三 D 了？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扣三 D 决定，有没有？扣三 D， 然后是金牌箭头式往上，好不好？是永远都做这个模式，然后这样子就轻松赚了三成啊，九十五加三十已经125%了，没有错吧？哈。自从安装好 APP 之后呢，获利跟生活都变简单、变开心了，这才是重点哈。具体来的话，具体应该不用再多说了哈。啊，扣三 D 箭头的话，有没有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模式？哎，没有其他的模式了，只有箭头跟扣三 D 箭头是往上来的话，这个是不是268、37、41？今天45赚69%了，什么？有没有难度？没有难度。完全没有难度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正机好吧，一样哦，明确的箭头，明确箭头，还有叮咚哦，还有叮咚的通知哈，就是说你在上班，你在忙，突然手机叮咚一下，是不是马上就得到通知了？来，126，然后呢，147，每个用户都大赚。恭喜大家哈，每个用户都大赚哈！来，这是宝林富锦来哦，今年才两个箭头哦，他们你看哦，从今年出到现在只有两个箭头，他们你有多感动吗？一档股票在宝林富锦年初到现在只有两个箭头，3月31号箭头赚62%，8月16号箭头，然后呢又赚20%啊，这样子你看，从128前天嘛。然后到137，昨天147，今天153，这样赚20%，好不好？8×2了，是不是史上最强 APP？ 恭喜全国用户赚翻天！你看看，想一想，我们 APP 用户跟其他散户过日子截然不同哈、哦，简单、轻松、明确，没有难度，直接爆赚，这是我们伟大的发明。好。我是苦练20年的技术，把它转化成 APP， 帮助我，也帮助我们的会员，帮助我们的用户哈。中美金有没有？今天又创新高169了哈。高利哇，投保有没有？已经45%了。好，统新有没有？8月8号父亲节送的主升标股64，今天86，10张21万，20张40万，投保几天？不到两周啊。不到两周哈，所以请各位把握机会来看看这个金红来，好不好？我刚刚我大盘是不是教过123法则？一突破，哎，我把它换成红色，不然看不清楚。一突破，二拉回，三攻击，我们看到就是很明确的模式哈。57，哇，去年喷到200，会员数钱数到手抽筋，数不清到底赚几根，赚了259%。57变200，那现在呢 ？APP 又来了，未来三个月吓死人哈！所以请把握机会，下个月很多，下个月会更多股票会喷翻天。我讲过 N 次，我8月10号就开始讲了哈。然后看这个金城科，
来的吧？是不是跟你会发现它跟模式跟巨艇也是一样啊？扣三 D 箭头是往上，有没有？一四一今天变一五，有没有？数钱数到手中金是吧？每个轻松，每个用户都轻松开心，这才是 APP 的价值哈！自己把握机会，无敌万岁！这是我们用户说的。超强超感动哈，无敌跟万岁，自己把握了哈。好，从七月到现在，从威盛建达开始，从阳明光接棒，然后呢到今天巨庭、金城、金鸿、正基等等哈，你看哦，元宇宙两个波段大赚125%，两个波段保雷富锦大赚82%，你看 APP 有没有好用？超强 APP 用户超会赚哈，自己把握机会哈。我今天跟各位讲过了哈，8月10号说的，下个月摩斯密码是954，比8月强很多，比现在强更多哈。所以摩斯密码就是说你会有暴赚的转折结构，我事先讲的。那今天还跟各位分析什么？周月转折 OTC 领先大盘，扣3D 提款机。巨庭扣 3D 提款机喷翻，威盛扣 3D 喷翻，正基扣 3D 喷翻，宝林富锦扣 3D 喷翻。那请问了，个股扣 3D 全部喷翻，那 OTC 呢？周一两个同步扣 3D， 那未来只有喷翻两个字啊，和三个字哦，会喷翻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要请各位务必要爆赚哈，江老师全部讲在前面了哈。啊，新用户8折多送一个月哦，越早参加越早享受，然后行情是慢一天少赚很多。旧用户续约全部8折再8折，然后跟旧用户这个全国用户报告哈，9月1号哈会有更强大的升级的服务哈，来跟我们的特助来做这个洽询了哈。啊，认同我的理念的，喜欢我们 APP 的哈，在 at 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电话来电做咨询了哈。明天又有全新标股，务必要爆赚了哈。最后我的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祝各位操盘顺利的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。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